欢迎收看《金融曼哈顿》节目。好，那么今天早上起来指数呢，大家应该早上起来的时候就吓了一大跳，对不对？昨天晚上美国股市拉回的相当的多，对不对？昨天呢，来看看道琼。好，昨天呢是下跌了800点，然后纳斯达克是下跌了快600点。好，所以今天早上大家看到指数的时候呢，盘前大家想说，哦，这个盘今天恐怕是要拉回。好，那今天盘也真的是要拉回。好，但是今天盘拉回之后，来，早上开盘没有多久就看到第一个低点。好，那它震荡之后10点多的时候，第二个低点。好，11点多见到第二个低点以后就没有低点了。好，再指数慢慢往上。那么收盘的时候，今天下跌120点。那么120点里面，当然全指股也下跌比较多啦。好，今天台积电也拉回。好，但是指数呢下跌120点，最后今天是收脚，意思就是下去以后上来，对不对？那跌幅收敛。好，那其实美国一方面涨的真的是很多啦，他们真的涨非常多啊，那个一路创新高，一路创新高，而且那个时候苹果也分拆， Tesla 也分拆，结果更疯狂，对不对？因为分拆以后股价变便宜，结果就投资人大举进入，是不是？所以短线上涨很多，当然震荡的时候它拉回就会快嘛。好，不过它也还是一个创新高的拉回啊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，其实数字来看也是有好有坏啦。好，应该说还算持平啊。那只是说涨多以后拉回一下，那涨多拉回一下，创新高拉回其实也是合理啊，对不对？只是早上大家熊熊看到指数的时候可能吓一跳。不过今天也不是让你杀的，对不对？尤其是新的标股，当然不是让你杀的、啊。如果是一些旧的成年的股票，或者是已经话题已经过去的股票，那当然可能有些卖压嘛。但是新的标股怎么会是让你卖的呢？对不对？来，今天指数，那么收下影线，好，还是这个区间嘛，它还是一个区间震荡啊。跌的时候我也跟你说，涨的时候我也跟你说，反正它就是一个区间震荡的格局而已。重点还是标股，对，重点还是标股啊。现在进到9月份，大家都开始看第四季的东西了。那第四季的东西又常会延续到明年第一季，对不对？所以新的标股还有往上的产业，它当然就会，当然就特别强啊，是不是？所以今天指数虽然最后还是下跌了120点，但是今天茂迪第三根涨停，好，来，今天指数跌不是一样赚涨停吗？对吧？今天茂迪第三根涨停啊，那今天是礼拜五哦，礼拜三、礼拜四、礼拜五连续三天三根涨停板，对吧？公开印证嘛。这是礼拜三，礼拜三的时候呢，那么超级好买了，38652张成交量。你想要多少都可以。有的人说我想要买个200张、300张，绝对没有问题。那要买500张、1000张也没有问题，对不对？你只要记得178标股就是强就对了。你只要记得178标股就是强，九月就会涨得更快。你只要记得这个，然后买好，有没有？带你买好之后再来现赚涨停板，收盘亮灯涨停。礼拜三茂迪亮灯涨停板。好，礼拜四两天两根涨停。好，开盘开涨停，开了一下上去，很快又收回去。来，两天两根涨停。好，今天指数跌的时候你就看到了嘛，是不是？指数跌下来的时候，有些股票不是让你去乱砍的、啊，是不是？今天开平，开平低啦，然后上去以后涨停，洗洗洗洗完了以后涨停板锁起来，三天三根涨停板。茂迪是不能限股当冲的，对不对？今天买的人就是有隔夜的打算，是不是？也就是说，今天这是一个新的成本区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我说，好股票大家会趁这个时候去把握买一点的，对不对？我们的标股当然更是这样啊，我们的标股本来就是超级强啊。今天指数跌120点的时候，你就可以完全印证，对不对？三天三根涨停板。九月好不好赚，这应该很清楚了嘛。九月好不好赚就不用多说啦，对不对？现在才刚开始，今天才九月的第一个礼拜刚结束而已、啊、
是不是第一个礼拜就有好几根涨停给你，就带你赚新标股，而且都现买现赚，对不对？九月份现在才第一周，还有第二周、第三周、第四周，其实有四周半了，后面绝对够你赚了，对不对？所以我说从现在开始就是把握标股嘛，指数就先放到一边吧。指数涨的时候，我也跟你说，其实它就是这样；跌的时候，其实也真的就是这样。对啊，重点就在标股，标股才是可以让你赚大钱的。你看看三根涨停板可以赚多少钱呢？三根涨停可以赚多少？今天茂迪27.9块涨停锁住，礼拜三的时候只有21块多，对不对？你看看三天10%再复利10%再复利10%，对不对？你看看可以赚多少？所以重点哪在指数啊？我觉得指数跌也蛮好的啊。对，因为指数你有时候就是要有个利空稍微来换手一下，对不对？所以这种就是很快速的换手啊。那当然聪明人就下去捡便宜啦。所以今天指数虽然是下跌，但是标股一样继续飙嘛。那今天大家换完手之后，下礼拜就更强了，是不是？下礼拜标股恐怕也没有什么低点了，是不是？所以才说要把握啊，三天。茂迪礼拜三现买现赚涨停，恭喜大家，反正记得就是抢，九月会赚更快，那真的就赚更快啊，因为一天一根涨停，两天两根涨停，对不对？三天三根涨停，对不对？再快也就这样子了，三天三根没有更快的啦，最快就是这样子啦，是不是？除非放宽涨跌幅嘛，要不然三天最快也就只有三根啊，对不对？今天的涨停锁住耶，这一块产业基期很低，产业基期低就是大家都没筹码啦，法人毛起来买哦，对不对？为什么买这么凶？都没有筹码啊！九月是不是还要做账？九月是不是要拼绩效？对不对？这一块产业基期低，大家都没筹码。茂迪到现在投信的持股只有1%多，哎，是这1%多而已。那相较于之前的那一些有些苹果股啦等等之类的，之前涨很多的8%啦、9%啦。或者毕竟10%啦，加码空间小啊，这有这么大的加码空间，是不是？而且又新主流，那你不买的话，不是就被比下去吗？对不对？更何况第二季的获利就非常好啦，第二季毛利他们都上来了，对不对？获利也上来了，那接下来的话，营收也会往上，因为后面涨价了嘛，对不对？涨价了往下面，所以这块产业基其实是从低档落底开始反弹呢。它是从底部回升的产业，底部回升的产业的话，你说哎、欸，一根涨停、两根涨停、三根涨停，其实也没很多哎。你看看它中长线从现在在什么位置就知道，是不是？你中长线复活的时候，哪里会只有三根而已啊？对不对？那重点是，你说很多人说我怎么知道它这么强？那你更好就知道啦，对不对？你更好不就知道了？你更好直接赚就好了，所以根本不用想很多嘛。反正九月标股就是要更好了，是不是？除非你不想做标股。好，那么来茂迪，第二季0.51，第三季都能更强，订单已经直接到明年第一季了，是不是？订单年进度超级高，那么基期大转机，然后接下来要扩厂，因为完全供不应求嘛。现在供不应求，然后第四季还有新东西，第四季跟公研院的新产品也要亮相，对不对？所以来礼拜三的时候带大家，我们直接赚涨停。礼拜四的时候来。第二天再给你一根涨停，今天恭喜大家三天三根涨停，有没有？轻轻松松都可以这样赚啊！所以标股跟好就好了，是不是？178标股跟上就对了。那我觉得这一块其实法人还会继续再加码，对不对？因为真的他们大家都没筹码，很多人筹法人没有手上没有筹码啊，但是后面都大转机啊。所以今天指数虽然是跌，但都超强哎。对，元晶。来，一样是第一根涨停，礼拜三的时候一样是有没有？马上就可以直接赚涨停的，礼拜三现赚涨停，礼拜四一样涨停，今天一样是创新高，虽然创新高有些拉回啊，好，不过下礼拜也是一样上。这投信新的认养股，八月开始业绩大好，订单满载，是不是第四季要扩厂？对不对？产能完全供不应求，对不对？供不应求。都已经要去寻求其他的合作伙伴了，非常非常强了，
是不是？所以我就说指数一点，其实真的没有非常重要啊，因为它就是一个高档震荡，算其实也算强势震荡哎、欸，你不能要求它每一天都是在涨嘛。指数本来就是有时候涨涨停停啊，但个股绝对让你赚很多，对不对？八月份哦，一路以来标股真的还是非常强啊，我们标股全部公开讲啊，都公开操作、啊，其实每一档都可以赚很多，真的每一档都赚很多啊。那现在可以想象的是，我们九月的标股会赚更多，对不对？包括已经买的，还有口袋里的名单，那其实都可以让你赚的非常多了。所以还没有跟上的朋友，何不趁着这次盘震荡的时候，一起来一起把握呢？对不对？很多人说，哎，指数没有拉回，很多人等指数拉回啊。好啦，指数拉回，看个股就是只有那样，就没有很多低点嘛。对不对？因为聪明的人都知道，指数拉回收把握标股，很多人都知道了。你不知道，反正也知道，所以都被别人买走了。对，所以下礼拜自然是不能再等了。再等，有时候一直等下去会错过，真的会错过很好的机会啊。有没有？有些股票虽然不是每天涨停，但是就是一路创新高。待遇86块钱，147.5。61.5，71%。我不知道大家手上资金有多少，是不是？但你如果手上资金够的话，你知道会差多少？对，你不要买太多，你其实你随随便便71%，你知道这个差距有多大吗？对不对？你随便你买200万就好了，200万已经140万了，是不是？200万一档就140万。这只要拿200万就好，对吧？很多人手上的话说，很多人说，哎、欸，我不止200万，我有500万、1000万资金，其实真的很多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那么你有没有这么做？是不是？你只要买200万就好了，你已经140万了，大赚140万了。200万其实很多人买可以买更多、欸，哎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，其实现在银行利率又很低，对不对？也没有什么其他可以投资的管道。那好股票当然就是要把握机会啊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，哎、欸，200万不止啊，我可以买500万，500万你就差350万，对不对？不到一个月，对啊，不到一个月、欸，你知道那种资金效应多好啊？这个资金效应差多少啊？这就是标股你可以赚的最好的地方啊，是不是？标股最有魅力的地方不是它今天涨停、明天涨停这种事情啊。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它可以让你一次很有感的赚钱，对不对？一次很有感的赚钱是什么？就是一次几百万、几百万的这样赚，那叫做赚得很痛快、欸，那是真的有感的获利、欸，这种获利才叫痛快啊！要不然我觉得一根两根涨停也没什么，对不对？就是要这样几百万、几百万才过瘾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是不是你只要拿200万就好，140万，只要200万赚140万，这个才叫做有感呢、啊，对不对？那多痛快啊！很多人觉得哇，我这样好像是不是把一个月份的那边两个月份的都已经直接赚起来？很多人说之前的话上半年都没有赚这么多，对不对？但是你看你是不是跟过来之后，你只要200万就140万，500万350万，500万赚350万呢、欸，这个才叫做有感呢、啊，对不对？做股票最痛快就是这种有感的赚法，对不对？一次就是百万的赚法，对不对？还不止这个啊。来东硕，42块钱在这里，有没有？没有人讲啊？那标股你就是要跟我们一起从小养好啊，对不对？上去以后它没有每天涨停，但是就是涨不停，86块1毛钱创新高，42块钱，86块1毛钱，44块1，对不对？105%。你一样拿200万下去买，你就赚200万；你一样拿500万赚500万。所以你如果有资金的，你知道这真的差很多啊，对不对？你一档拿200万就好，一档用200万去买，对不对？待遇你赚140万，另外东硕200万赚200万，两档股票你一档200万加起来不过400万，但是你可以赚340万。那340万你拿在手上有没有感？铁定是很有感吗？对不对？铁定是觉得很痛快的啊，对不对？而且是一路创新高啊，
是不是东硕昨天创新高以后震荡一下，今天不是又涨了？下礼拜又要创新高，那反正订单都是满载的、啊，对不对？后面订单都一路满了，所以后面都还好消息等着你啊。所以你看这样赚钱是不是很痛快？还不止哦，新普罗57块钱，83块8毛钱，只有几天而已，47%。所以我说，你看是不是每一档股票你都是这样子买好赚好，没有每天涨停，但就涨不停，对不对？后面订单都是非常非常强，而且其实他们还不是只有第三季强哦，是第四季更强，是不是？所以我就想说，因为最近是很多很多新朋友来啊，真的很多新朋友、欸、那我有时候看看，我都觉得，哎、欸，大家来的时候，因为会把一些股票带过来嘛，那带过来的时候，有些股票不是不好，但是就是属于怎么说？就不会动啦、啊，是好股票，但就是不会动的，就是已经有点算是不是丢席的股票啦，这样讲这意思懂吗？对不对？体质没有不好，但就不会动了，对不对？那资金又有哦，我真的看很多最近很多新来的朋友，我、哦、那个都是500、1000的非常多，1000以上也真超多，真的。然后你看他持股是都是那种很旧的股票，然后。不是不好，但是怎么说，它就反正不会涨啦，短期不会动啦，要不然就是那种买很少，然后也赚不到什么钱。所以我就说我最近看的时候，觉得还也真的也觉得是，我这样看我都觉得超可惜耶，对不对？你知道你500万、1000万，你如果好好这样用，差多少？这一差下来就是几百万的事情哎，对不对？所以把握标股吧，还没有跟上的赶快跟上来。好，我们休息一下，待会再跟大家讲下个礼拜的标股带回来。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，非凡抢先报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全球新观点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，非凡新闻通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周一至周五晚间8点到10点，股市现场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，台湾第一个财经电视台，锁定非凡，掌握未来。非凡商业台，财经第一台，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下午1点半，非凡抢。在现场来好，所以呢，其实这礼拜哦，虽然说一个礼拜指数上上下下，最后一天给你跌下来哈，哎、欸，这个礼拜其实这样看的话，今天礼拜五嘛，对不对？来看一下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这个礼拜这是上礼拜收盘，
好，所以这个礼拜指数还真的是没动。第一天跌，然后涨三天之后跌一天，好，回到原点。好，但是重点其实标股不是一样继续转嘛，对不对？所以指数其实小涨小跌都没有意义啦。一个礼拜下来，小涨小跌都是一样，对不对？重点就标股，对不对？因为现代化就是个股上面来说的话，有很多正要起涨的股票。那资金的话，从之前的一些东西出来再过来的话，它就涨更快啊。对，所以你看，其实这个礼拜还是很轻松赚钱嘛。来看看金城科，那么6191金城科第二季的单季 EPS 0.85元，那股价应该要多少呢？我想不管要多少，都绝对不会是这种价位啊，对不对？20出头的价位，而且第三季旺季，宅经济概念、远距概念，第三季的 EPS 单季要上看1块钱，股价20出头，你知道这表示什么？表示你就可以马上赚钱嘛。对不对？你就可以现买现赚涨停啊！早上也只有在这个附近，是不是？买好要买多少就有多少，4万多张的成交量，随便你怎么买，收盘亮灯涨停。好，那么今天也是一样创新高嘛，对不对？今天指数跌，还是一样创新高了。那反正后面营收利多都是往上，营收也好，获利也好，对，全部都往上。所以其实哦，九月重点就是标股啊。其实我觉得不止九月重点是标股，现在到年底都是标股。你说讲真的讲假的？当然是讲真的啊，对不对？九月份是不是？九月份还有投信要拼绩效嘛，所以个股更快嘛。投信最近毛起来买什么？太阳能啊，对不对？因为都没有货啊，手上都没有持股啊，那数字营收数字都上来啊，获利也上来啊，对不对？所以九月份。飙股会飙得更凶吗？因为都新题材。对，那我为什么说到年底啊？我说年底都要掉，年底都飙股。为什么到年底都飙股？因为第四季涨明年的，懂那意思吗？第四季开始的话是要走明年的题材，那个又是新的，那个又是新的题材啊，而且又是飙股。所以简单来讲，现在开始90、11、12全部都飙股，全部都走飙股啊。那指数。是往上啊，但是指数不会翻倍啊，指数不会5成1倍啊，但是个股很多会5成1倍，所以九月份投信要拼绩效，然后要开始反映第四季，然后第四季的时候开始要涨明年的，全部都新题材，对不对？全部都是新标股啊，所以跟你讲会吃到饱、啊，就跟你讲到年底吃到饱绝对够你赚了，对不对？到年底178标股让你吃到饱。那么真的到年底你会非常非常多、哦、对不对？因为单单是不管八月份也好，或者是九月份第一周也好，其实一个礼拜就差很多了，更不要说一个月了，那还吃到饱，但年底怎么得了？那这是昨天我们说6折限2天，因为其实你可以赚很多哎、欸、那你可以赚很多，我认为其实是没有必要6折啊，那只是说因为真的很多朋友说，很多新朋友说，总是要意思一下嘛，对不对？很多人说，哎、欸，前面八月标股很强很强，没错。但是有些新朋友他之前没有啊，所以很多人希望就是说可以有个特别的优惠。所以我昨天才说好，那就两天，对吧、啊？那就真的就两天了、啊，因为我个人觉得是没有必要打折啊，对吧？因为基本上面来讲的话，标股都这么强，标股都这么强的重点不是在这个东西啊，对吧？不是在折扣、啊。好，但是因为。也是应公司要求，跟应很多人要求，那我们就两天嘛，两天，昨天第一天算扣掉一天了，那今天就最后一天，好，所以下礼拜这个就没有了，我说没有就没有，因为其实我真的觉得赚成这样有需要，赚成这样其实没有，其实真的是不需要折扣啦，对不对？因为赚成这样应该是你要分红给人家，不是我们要折扣，是不是？好，所以反正最后一天自己把握了，那。一个礼拜就差很多哎、欸，对不对？所以不要说到年底啦，单单一个礼拜就差很多。这个礼拜是今天礼拜五嘛？这个礼拜是九月的第一周，才一个礼拜而已哦、喔。我们来看看一个礼拜都公开印证的。来，礼拜一华讯涨停，礼拜二华讯涨停，2根涨停，对不对？你看看这个礼拜有多少根涨停？这个礼拜1根涨停，2根涨停，第3根涨停，这个礼拜第4根涨停，
这个礼拜第五根涨停，这个礼拜第六根涨停，这个礼拜第七根涨停，还没有完呢，还有加上这个礼拜的第八根涨停，对吧？全部都是公开操作嘛，档档都是标股啊，而且全部现买现赚。所以你说，其实一个礼拜是，我是觉得还真的赚蛮多的、啊，但我觉得也还算是正常啊。因为我刚刚讲九月开始到年底全部都标股啊，那标股它就是会这样走啊，对不对？它当然新标股大家都没有货，所以一定是走很快，对不对？速度一定是很快，对吧？那一定就是连续往上面喷嘛。所以我才讲说到年底的话绝对够你赚，其实我觉得一个月就够你赚的啦。我个人觉得一个月就真的是就绝对很够了，因为一个礼拜就已经这个样子啦，这才一个礼拜而已，而且这礼拜指数还不是大涨，你说这礼拜是涨了500点还是怎样，对不对？不是哦，这个礼拜指数是跌的哦，但是你看几根涨停，刚算过去这样加起来八个涨停板，全部都公开印证啊，而且每一个都是有量有价又超好卖，哪一个不是你随便要买多少就有多少？是几万张成交量啊，对不对？你要买多少就有多少，买多也没问题啊。你资金大气的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很有感的赚钱，很有感的获利是什么？敢买敢压嘛，对不对？该先进场要进场，那不要慢吞吞三心两意就是了。反正到年底全部都飙股啦，所以吃到饱，让你直接吃到饱到年底。好，我觉得你会把明年的份都赚起来的。那么六折就两天，那昨天第一天，所以我们今天就最后一天了。好啦，那你自己把握吧，下礼拜反正就没了。那给我们线上的助理联络，标股到年底吃到饱，一起赚大钱。无不当之财务利益关系，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，投资人应独立判断、审慎评估，并自负投资风险。